接着做一些简单的题目啊，真的非常的简单，这叫做光年的意思。天狼星离地球 8.7 光年，下列两个推论不恰当？离我 8.7 光年，就是光跑过来要花 8.7 年，表示我看到的是 8.7 年前的天狼星，所以光年就是光走一年的距离，8.7 光年就是光跑过来要花 8.7 年，就是我看到 8.7 年前的天狼星。那太空船的速度远低于我们的光速，所以它花的就不止 8.7， 要比爱因斯坦多非常非常非常多倍，所以我们答案选的是猪。这上面这个的选项就是一般参考书会考试的时候出的选项，也就是当年第一次考机测考这题的时候的选项，差不多就写这些。然后这个是第二次机测考光年的时候出的样子，然后跟你讲说错了一狗票，所以证明台湾学生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。来，距离最近的是毗邻星，有 4.2 光年，一光年是 9.46 乘以10的12次方公里，所以表示光从毗邻星过来要花多久的时间？非常简单。Number 9没有来。Number 8没有来。Number 10没有来。八九十都没有来。Number 3没有来。Number 3其他好奇。A 离我4.2光年，就是光要走要花4.2年，所以答案就4.2，后面的答案都是胡乱的。我讲过，这个是比照仿照学测第二次考光年的时候的出法，好，什么出法？好，数字换了一下，但是是这样出的。OK， 来接触未来，电影里面有一个外星人传回来的讯号。那这个讯号是柏林奥运的画面，柏林奥运的画面。那就请问你，1936年柏林奥运的画面，电磁波传到织女星，接收到再传回来，我收到的时候应该是哪一年？听得我在讲什么吗？啊，织女星离我26光年。地球上的这个电视画面传到织女星，收到马上传回来，那你收到传回来的画面是多少年？24号，起立。 C 吗？还是 B？ C。 你为什么会选成 B？ 你就加了26，可是你忘记画面传过去要26年，收到传回来还要再花26年，所以总共花了52年，所以是1988年电影演的年代。电影演的年代，这就是跟各位简单的复习一下，问一下有关于光年的问题。 OK 吗？ OK。